这个事首先要针对，就是针对是什么东西，引来香港的有经验的律师，已经有五年职业资格的进来，这个不单只是在香港已经通过有个水平，也对内地的法律有认识，如果是拿到这个合格了，已经有一个标准，嗯，所以我猜想这个就是水平，这个是这个数值的问题了，是肯定有保障的，因为要过三关，第一要考这个笔试，还没有参加考试之前，实体上堂，嗯，如果你的上堂出席率低于某一个水平，比方说是80%，那你不允许参加考试，学习完毕了。才第一次考试，笔试你要通过，然后才允许您做这个培训。嗯，这个培训就是有三个半月头，如果你出席率又低了，又否决你辽宁。嗯，比这个培训完毕之后呢，又写一篇文章，不少1300个字，来谈有关您的感受，你的看法。然后通过第二个阶段之后呢，第二关呢，还有第三关，嗯，三个人要面试，所以大家请放心，没问题。放心，我们过了三关，还拿到这个律师楼信赖，去招聘我们才可以开始，所以这个重重的保障已经存在，所以这个肯定，这个水平不是一个问题。嗯。